Shum dhan dhin gong bong jia hua ra yang la xiang zha lu geng ge lu zhu zhim ni de nan da ra se jin ni dong ge zhen zhen su xi ren ni ji de ge ra lang gang da zhi bi zong ren ma ren men dong ding wu ren ji zhe ren zhou zhou gen la wu zhi da zhi yang la zhu bi yang yang de ge de ra jie zhou ni mo ni lo li ji zhe zhou zhom zha jiang ma ren men zhi ding ren mi ge zhen ni zhom zha ra zhen Duni dhaja sabjin dharso yundu lizo jatri dhukka Chudab chudam chini jatri Dalu manzirin javrayan lan dada Umara baza nar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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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ara baza nardu Umara baza nar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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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ara baza Umara baza nardo, tsui duno ji jin jiro wo zira ji, dolo dama mamba arasan, gadan damju zhong lo dombay, lo zhu ru bi na wab ji tuk soro, nyo ji jimbo tsui duno ji mi zhang zong ne moro jimbo nga jya, pakira dangan zandu zhirmo do domba tu ji jang la zhang zar lo. 好，各位导友，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准备讲，今天晚上的课。首先啊，请大家发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我们前几天讲过了。然后呢，什么叫做菩提心，我们也简单的介绍过啊。但是呢，我们每一天啊听课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啊发菩提心，然后我们昨天啊也讲到过，没有人给我们提心啊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要自己啊提醒自己发菩提心，总而言之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菩提心，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等于就是没有一切啊，所以这个菩提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然后菩提心的这个基础啊，就是利他啊，就是利他的心。那利他的心，也就是慈悲心啊，就是慈悲心。慈悲心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先天的这个根基，有点点不一样啊。有些人呢，就是比较容易升起慈悲心啊。有些人呢，稍微难一点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愿意这个修慈悲心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修出慈悲心啊，这个完全是没问题的。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是可以训练，可以训练啊，可以把它训练成非常非常糟糕的啊，也可以把它训练成非常非常好的啊。我们的心啊，它随着我们的教育环境等等，它会这个它会变化啊，所以我们接受了这个佛教的教育。然后就是这个接受了佛教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啊，这样子去训练自己的心啊，那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应该有信心啊，要自信，对，要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能做得到啊。那么我们这个菩提心是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发菩提心。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讲今天的这个课。那这一次的我们这个三天的课，就是一个佛教的这个最最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课给大家介绍佛教他在讲什么佛教。到底什么是佛教我们学佛的话应该是往哪个方向努力，就讲这些最基本的这些知识。那么我们昨天
和前天啊，就是这个两天的时间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佛教的佛教的见解，还有这个佛教的见解、佛教的修行、佛教的行为，一般都是讲见、修、行、果就这四个这四个当中呢，所有的这个学佛的过程全部都包含了。见就是我们的观点通过佛教的这个智慧看这个世界，然后得到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然后这个结论得到的这个结论给我们带来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佛教的见解。然后呢，佛教的修心佛教的修心就是我们有了新的这个价值观有新的这个人生观，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要穿洗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这些烦恼这些负面的这些东西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当中根深蒂固了。那么现在要把这些东西断掉的话就光是学一个理论是完全是不可以的理论我们学得非常非常好非常的好会讲会写会辩论但是如果这个理论的东西没有去修这样子的话，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的不起作用的理论它永远都不属于我们理论就是这个佛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理论它永远都是属于这个佛经属于这个佛经然后佛经里面的这个理论怎么样变成属于我们的那就是我们要去修心，修心了以后呢，佛经里面的这些理论就变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那这样子以后呢，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用这个佛教的智慧去处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用佛教的智慧去断除我们自己的这些烦恼这样子就是可以做到的理论光是理论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力量所以要修心然后修心以后呢修心最后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内心修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要调整自己的这个行动就是要落实到行动当中，要主要就是大乘佛教主要就是去做一些利他利他的事情这样子。那通过这个观点、见解、修心、行为，最后达到了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就叫做果，这个就是结果这就是结果。那这四个当中呢，就包含了所有的这个学佛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次我们前两天呢，我们简单的介绍了这个佛教的智慧简单的介绍。昨天我们讲的这些一些佛教的这些智慧那我们简单的这个一个大概的给大家介绍了。那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详细的了解的话，那么这个要去学一个专门的这个课进一步的去这个了解去学习这样子。这是这个佛教的观点，因为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这个观点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这个全新的这个观点呢那因为我们的之前的我们的这个人生观还有这个世界观都停留在一个非常表面非常表面的这个层面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世界实际上不是世界的真相。这个我们昨天大家基本上就清楚了大家基本上清楚了，我们看到的世界，我们以为是一个客观存在、
真实啊，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呢，现在无论是通过佛学、通过科学进一步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呢，原来我们看到的这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而是自己的感官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感官翻摄出来的、投射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感官它翻摄、投射出来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是我自己感官的反射投射。然后我们以为外面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把它当做真实的世界，然后这个世界不管它是我们的感官的透视也好我们的这个透这个范式也好，因为我把它当做真实的那么它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在我面前，在我的这个感官的世界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在一个这样子的愚昧物质这样子的这个当中一直都是一生又一生、一生又一生的这个轮转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那么解决的方法呢，我们昨天讲过了不是烧香拜佛不是积累很多很多的功德而是智慧而是智慧。但是如行论当中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最终我们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其他的。但是呢，智慧从哪里来那么烧香拜佛，或者是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善事这些对我们的这个智慧呢也有一点帮助有所帮助，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助，因为我们通过这些方法积累很多的功德。这样子以后呢，因为我们有了功德，因为我们有了福报以后呢，然后我们可以获得这个智慧当然这个不是直接的因素，直接的因素是学习学习和修心这个就是我们获得这个智慧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因素是学习，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三个字闻思修，这是这个直接获得智慧的这个因素。间接的间接发挥作用、起到作用的，那就是我们比如说烧香拜佛还有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功德做善事，做各种任何一个善事都可以，这都有帮助的但是这个帮助就只能有间接的帮助，没有直接的帮助我们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智慧这个智慧把我们的过去的全部的这个观点我们的人生观然后呢这个世界观、价值观、我们的三观都要推翻颠覆，颠覆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个新的全新的观念这个就叫做更新我们的系统更新我们的系统我们的大脑里面的这个系统是一个非常落后的、非常陈旧的、非常落后的、非常也是过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如果我们用它来看这个世界的话，那么根本就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看不到。他看到的，他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全部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就不要依靠不要依靠，不要去相信这些感官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要超越要超越。那超越的话，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个更高的智慧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呢，然后我们以这个智慧来看人生看世界这样子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会得到一个新的结论
新的结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原来的系统就更新了就更新了。我们用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观点来去代替取代我们过去的这个观点然后过去的这个观点是让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的烦恼产生很多的痛苦然后呢就是造业，比如说杀盗淫妄就是让我们去造业造各种各样的罪业的一个这样子的观点以前的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一个这样子他让我们去做很多不应该去做的事情，让我们去犯错误让我们去犯很多不该犯的这个错误，全部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观念不正确所以就是所以我们犯错，然后犯了错误以后呢，然后又造了新的这个罪业这个罪业又让我们到下一世又到一个更糟糕的糟糕的世界，然后这个糟糕的世界当中呢，有太多太多的造罪的这个因素，那么这样子我们又去造罪，这个恶性循环永远都是停不下来，这叫做轮回。这个轮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非常残酷的非常残忍的一个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只看到它的一部分只看到它的一部分，没有看到它的全部，它的全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不知道它真正有多可怕它真的有多残酷，我们不明白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很小的一个环节这个轮回当中我们能看到的就这么几十年几十年之前之后发生了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样，我们不认识这个我们的认识不到位，应该怎么讲，我们对这个轮回的认识不到位我们看的这个看的就是这个很短的一个阶段前后都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轮回有多残酷那么有了这个新的智慧以后呢，然后他给我们带来了另外的，他给我们指了另外一条路他告诉我们另外一条路是可以走的，人其实不需要这样子恶性循环人如果有我们善用我们的智慧，我们去开发我自己的潜在的这个能力这样子的话，人是有另外一个有另外一个方式去生活可以走另外一条路。那么这条路的这条路首先是需要这个智慧用智慧来带领我们走这条路这个是所以这个智慧是在佛教里面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我们昨天已经介绍过了当然我们昨天讲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很抽象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具体的东西还没有讲，以后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听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专门的课程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深入的去了解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修心佛教的修心佛教的修心是什么意思呢佛教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修心修心修道就把这个修心翻译成我们现代人的语言，这样子的话那修心是什么呢？修心就是心灵的训练心理训练我们的心理要训练，比如说我们的肉体需要训练，同样的我们的精神也要训练
我们人啊，首先人是以什么东西啊，以什么东西这个构造的啊？我们人有什么样的成分呢？啊，我们大致上啊，人是物质和精神啊这两个啊东西构造的啊。我们的这个一部分啊是精神啊，另外一部分就是物质啊，物质就是我们的肉体啊，然后精神就这两个，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身体肉体啊安顿好了啊，比如说我们有车啊，有房啊，然后呢也有一点点的这个存款啊，这样子这个方面就安顿好了啊。过去呢，我们都认为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啊，这样子我所有的生活啊，这个都啊都生活上的问题都解决了啊，有保障了。但是呢，我们啊越来越感觉到啊，越来越感觉到这个肉体身体方面的这个需求啊得到了满足以后呢，然后我们会发现啊还有更多的问题在后面啊，还有更多的问题在后面，根本就不是我们啊过去所想象的啊，就是过去我们认为把我的肉体安顿了啊，那就好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啊。但是不是啊？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心啊没有安顿啊，没有安顿好，没有安顿好。因为他啊，我们的肉体有吃有穿有住啊，都有了啊，都有了，基本上就满足了啊，满足了他的这些需求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精神啊，他有他的需求。有些时候呢，我们的肉体的需求和我们的精神的需求有些时候是一致的啊，然后呢很多时候呢他们两个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一直都是非常的重视啊肉体的安顿啊，肉体的安顿，然后我们啊完全就是忽略了我们的精神的安顿，我们的内心的安顿，没有去想怎么样安顿它。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要用什么东西去安顿它啊。肉体就很简单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啊，就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肉体需要什么东西，怎么安顿啊，明白。但是呢，内心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精神就不一样，它总是有一个总是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解决，它总是没有，它一直都没有这个安全感啊。我们的那些该有的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都有了，但是它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总是觉得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是什么？就是精神没有安顿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遇到精神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非常的迷茫啊，就根本就不知道精神拿什么东西去安顿它。然后他的这个需求跟肉体完全是不一样。肉体比如说我们饿的时候呢，吃饭填饱了肚子，他在一段时间当中呢这个问题完全就解决了，他不需要不需要其他。但是内心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就是一个无底洞所以我们用任何东西去填充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根本没有了。它的这种欲望是无限的膨胀无限的膨胀，到什么时候它膨胀到什么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满足，它什么时候满意，根本就没办法知道所以就是遇到这个精神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就不知道比如说他想他首先他有一个，比如说他本来就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简陋的一个乡下的房子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想拥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这个楼房然后呢他奋斗了很长时间总有一天他买了一个公寓稍微比较好的公寓楼
然后2个月、3个月半年左右，他就没有其他的需求，他觉得很好，满足了啊。但是呢，如果他没有发现他的同事啊，他的朋友，甚至是他的亲戚，最好的朋友啊，如果他没有看到他们的房子比他的更好的话，那可能也许1年2年当中呢，他可能没有别的想法啊，安顿了。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同事他的朋友甚至是他的最好的亲戚，住的房子比他好一点的时候呢，然后他立即就对自己的这个拥有的东西就不感兴趣了不感兴趣他必须要有一个更好的东西，然后过去呢，因为他简陋的乡下的简陋的房子跟他现在的公寓楼比较的话，他这个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呢，他也没有看到更好的，所以就是他暂时满足了，也就是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安顿好了。但是他现在看到别人住的就是比他的好这样子以后呢，然后他对他的他现有的这个房子立即就不感兴趣他必须要拥有这个比他的同事住的房子更好。然后呢，就得不到的话，那就特别特别的痛苦特别的痛苦，整天都去这个算这个账然后呢，就是经常都后悔我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错过了，我是为什么要错过？然后自责那这样子以后呢，又去奋斗有一天总有一天呢，那就他又买上了一个比他的。当时的这个他的同时的房子比他的房子好一点买了一个这样子房子，然后有暂时他就满足了那么他的同事又换房子了他的同事又换房子了换了以后换了更好的房更大的房子然后他看到了有利基，又对原来的东西不感兴趣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每一天都看到这个电视广告，还有天天让我们看到有钱人的这个生活的方式经常给我们灌输这些东西这样子以后呢，那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以后呢，我们立即就对自己的东西失去信心，不感兴趣。一定要拥有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这样子一直都是。这么去追求我们以为车子、房子这些都是来满足我们的这个肉体的需要，其实根本不是，肉体的需要已经是很早以前就解决了现在我们拼命的去追求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是用这些东西、用这些物质来填充我们的内心的这个空虚空虚欲望，但是必须要知道，这个我们所得到的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东西，房子、车子、金钱、社会的地位，全部都是有局限性的都是有限的唯一一个无限的，就是我们的欲望，它是无限的，它完全可以无限的增长。根本就没有一个边缘，没有一个标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因为他没有安顿好他没有安顿好，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来永远都得不到自在轻松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就一个这么短短的人生就在这样子的追求和焦虑当中度过然后有一天一去检查的时候呢，然后就身体就出了大问题。现在我们就20几岁的人都就一检查的时候就得到了什么癌症晚期绝症呢，太多太多了太多了那主要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因素啊，主要的一个因素不能说是全部，是因为我们的心灵不健康啊，心灵不健康，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啊，有一个病叫做啊这个身心疾病，身心疾病，身心疾病是，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变化，所以就精神出问题，比如说像老年痴呆啊等等，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新的名词啊，这个就不叫身心疾病，叫做性神疾病啊。那性神疾病是什么呢？啊，是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身体是健康的啊，但是因为我们的心灵不健康啊，心灵不健康，然后心灵不健康了以后呢，啊，最后就是导致了啊。导致了这个生理上的变化啊，生理上变化。最初的时候呢，啊，生理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完全是我们的内心啊，完全是内心的问题啊。心灵不健康以后呢，然后这个啊，身体也就出问题了。那么这个身体，这个心神疾病有很多很多的啊，我们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发生啊，这个疾病都有可以产生啊，它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啊不懂得啊不懂得啊这个安顿啊，不懂得怎么样去安顿啊我们的内心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心啊就是非常的啊浮躁啊。现代人的一个啊最严重的问题啊，上班族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精神上的最严重的问题，一个啊就是浮躁啊，浮躁，非常非常的浮躁啊。另外一个就是空虚啊，空虚啊，很多人都是不敢啊，不敢闲下啊，闲下来，嗯，忙啊，然后一直都忙的话，那么他就感觉不到啊，这个，因为他专注他的工作，一直都怎么去忙啊，就感觉不到这个，这个空虚，嗯，然后一啊，这个忙完了以后呢，啊，忙完了以后呢，一闲下来。然后立即就感觉到啊孤单啊空虚啊空虚啊，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呢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的啊，就是未来也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会越来越糟糕的啊，会越来越糟糕，不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糟糕。那么这个是它的来源啊，主要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安顿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肉体要安顿啊，那就是需要用物质啊，需要用这个水，用食物，需要空气啊，这样子就可以安顿了啊。但是我们的内心呢啊，需要它的食物啊，它的水，它的空气啊。那么它的食物是什么？它的水是什么啊？它的空气是什么啊？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没有学过啊，就是在现代的这个啊学科当中，稍微比较了解精神的就是心理学啊，西方心理学。但是心理学它了解的也不多啊，它了解的也就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啊。有些时候它给我们的这些方法，解决的这些方法啊，都是非常有知啊，非常简单，主要都是靠药物啊来想解决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不管是信佛的不信佛的，这个有信仰的没有信仰，大家都面临啊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了啊。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啊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生活啊，也就虽然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生活水平高啊，但是这个高水平的生活是没有质量啊，没有质量的，生活的质量不高啊，生活的水平是用物质来衡量
啊，所以有些人的生活水平是非常非常高啊，但是呢，生活的品质啊，生活的质量里面有一部分是人对这个生活的满意度啊，也就是幸福感啊和安全感就在这个里面，所以啊，这个是很差的啊，就我们对这个生活的满意度。还有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我们对这个，这个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安全感、幸福指数是很低的，所以呢，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是呢，越来越没有质量啊，越来越没有品质啊，也就是说，我们感觉不到这些物质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幸福啊，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更加的迷茫，这么。这些物质啊，如果不能给我带来幸福啊，不能给我带来这个快乐，那么这样子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啊这么拼命的去创造这个物质财富呢？啊，这些东西到底对我有什么用啊？然后我们开始怀疑啊，开始怀疑啊，在这样子一个迷茫的这个时节里面啊，我们很快就一个短短的人生。啊，就读过了啊，读过了，所有的机会错过了啊，没有再一次的这个机会是什么时候？也许是1000年以后，也许是10000年以后，也许是几百万年以后，这个谁都说不清楚啊。所有的这个机会失去了，然后当初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刚刚从学校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生活是充满信心啊，但是呢，真正进入了这个社会以后，就是我真正进入了社会以后就，然后我们会发现啊，就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就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后也就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安顿啊我们的精神。如果不安顿啊，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后啊，如果精神啊不安顿的话，就是不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幸福和快乐啊，这就不用说啊，而且我们的心灵啊都保不住啊，就是就严重到这个地步，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抑郁症啊，像抑郁症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疾病啊，它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身体的疾病，它是精神上的疾病啊，然后就慢慢发展了，以后最后就身心啊都不健康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来啊安顿我们的这个精神，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么安顿的方法呢，有这个好几种啊，就是我们只求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健康的心灵啊，没有更高的要求，没有更高的目标，那这样子就是比较容易了啊。另外一个呢，佛教讲的这个标准是比较高啊，它要求我们我们内心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烦恼啊，所有的烦恼。从本质上，从源头上铲除啊，铲除，那么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了啊，没有那么容易，就是需要训练，需要这个修心啊，需要时间这样子，但是啊，虽然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是成功了的话，那就是彻底的解决了所有问题了。从此以后呢，我们的内心再也不会有这些烦恼不会有这些烦恼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我们的过去的福报我们今天虽然不知道我自己过去造了什么样的福报，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拥有的这些是都是过去的福报。啊，福报的这个结果啊，我们过去欣赏的这个结果啊，
国宝。如果我们国去没有兴善啊，那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这个机会啊。那么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应该懂得啊珍惜，懂得珍惜。那什么怎么样才是珍惜啊？什么是珍惜呢？然后我们要啊创造啊更好的这个啊更好的啊这个更好的这个条件啊，创造更好的条件，也就是说啊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这个慈悲心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长远的问题啊长远的问题都解决了，长远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下一世啊再下一世啊都有把握啊，然后这一生当中呢也可以过一个也可以过一个非常轻松非常自在的这个生活自在的生活然后不仅仅是我们可以过一个轻松自在的生活，而且我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有意义有意义，因为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帮助可以帮助到特别特别多的人特别多的人和特别多的其他的生命我们的过去的观念是有问题的，我们认为我要幸福的话，那就是要为自己付出为自己付出，这样子我会幸福这个是我们的常识常理但是实际上为了自己再付出再怎么样，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真正的幸福我们得不到为了自己付出了一辈子付出了一辈子但是这个真正的幸福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就是很难说很难说，确实是这样子我们拥有的东西呢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多都丰富但是呢我们的心灵的方面的这个状况恐怕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的糟糕更加的糟。这个不是某一个地方不是某一个族群，全世界的趋向都是这样子。那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精神的安顿这个的结果就是它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修心需要大作那这个修心大作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只要大作就可以，我们不需要物质当然不是这样我们要生存，那就是需要生存的条件需要有生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只有我们自己去创造，没有人给我们提供所以我们需要物质需要物质也需要对这个物质的付出但是呢我们除了物质以外有没有还需要的东西除了追求物质以外呢有没有还可以我们值得追求的东西就是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需不需要物质，不是这个问题，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需不需要这么多我们的房子需不需要这么大这么好，是不是我一定要住别墅是不是我一定要开好车等等这些问题是可以问，但是需不需要物质不是问题了，这个是肯定需要的但是除了物质以外我们需不需要其他的佛告诉我们需要其他的，而且其他的更加的重要。那现在就是这个西方科学也有数据，他们也发现了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幸福感跟物质有关系的只有10%到15%只有这么一点。然后其他的一个人的这个幸福感当中的90%和85%都跟物质没有关系。那跟物质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呢？那当然除了物质以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有精神跟我们的精神有关系，心理健康不健康，满足
不满足啊等等，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啊，这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调整我们自己的心，安顿我们自己的心，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从长远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如果我们内心的问题啊不解决的话，那我们永远都是啊，永远都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快乐啊！我们现在我们拥有的物质财富、社会的地位啊、名气等等等等，这都所有的东西啊的使用权啊，使用权啊，就只有这么几十年。这个几十年过去了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要啊，都要这个都要抛弃啊，都要抛弃，都要。都放下啊，这样子啊，走下一步路啊，都是一致，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稍微要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在的精神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讲过了，真正的幸福它是来自于利他啊，利他，我们为他付出啊。做这个利他的这个实业，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从中就得到了一个这个啊满足感啊，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人生的这个认可、肯定啊满足，这个满足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幸福感啊。光是从这个生活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啊，我们。需要物质啊，但是更加的就是需要这个精神方面的啊东西，然后精神方面的东西，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啊，除了10%到15%以外的啊幸福感啊，除了这个以外的幸福感是精神啊可以给我们带来，所以啊，其他什么都不考虑，只考虑只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和快乐，那么。这样子的话，也要啊安顿好自己的啊内心啊，这个就是相当的重要。但是非常遗憾的啊，非常遗憾的，我们几乎忽略了心灵的安顿呐、训练呐，什么从来都没有去想过啊。我们的心中有什么？只有物质啊，只有物质、名声、社会的地位，还有什么没有啊？这个就是让我们啊，就活得啊很不愉快啊很不愉快，然后就是最后呢也活得没有意义啊，确实就是走到头的时候呢，也真的发现了，就是一生当中没有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没有自利，也没有利他啊，都没有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消极啊，非常悲观、非常悲惨的人生那么佛就给我们指了另外一条路啊，佛就告诉我们不需要这样子，你可以过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活，同时也可以修心啊，可以修心。佛教的这个修心呢，大家不要以为凡是学佛的人一定要当苦行僧。必须要过苦日子，这样子才能够修得出来啊！这个根本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动态然后我们要从现在开始要去关注它从现在开始我们去想怎么样去解决它的问题。他的问题有不同层面的问题啊，有不同层面的问题。有一部分的问题呢，心理学家也可以解决也可以解决。但是呢，这个问题呢这是我们昨天讲过了，这是暂时控制一下控制而已，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这个解决那真正从源头上解决从源头上解决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内心的本质本质，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从来都没有看到过我们的内心是长什么样子，那它是什么样子，我们从来都没有去也没有去关心也没有去观察过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到现在为止科学家，主流的科学家都没有搞明白意识我们的今生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主流科学家都认为今生就是我们的大脑的产物大脑的产物。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心理学家也是也是他就是犯了一个本质上的这个错误，根本性的错误他没有把这个今生看成一个独立的体系的东西他也看成是一个大脑的这个产物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有些人觉得今生是什么，我们的心是什么，是大脑，有些人觉得是什么，是心脏等等，没有弄清楚。我们普通的我们普通的人我们平时都不太关注我心长什么样子我们特别的关注我们的肉体我的身材我的脸长什么样子，这个我们特别的关注但是我们从来不关注我的心是什么样的状态精神面貌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关心不关心然后我们就关心这个肉体我们去这个美容整容这些全部都去做，但是我们从来不给今生做整容美容，什么都不做从来都不管它，所以它变得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然后我们不关注它，不给它需要的东西，它也会保护我们然后不让我们过这个幸福的生活不让我们过它保护，因为什么呢？我们不给它的东西，它需要的东西，我们只给肉体提供它需要的东西，然后从来都不给精神这个提供它需要的东西那这样子以后呢，它最后也就保护保护，它也保元保护，让我们一辈子过不到这个幸福的这个生活这样子搞不好的话，生生死死几百年几千年过不到幸福的这个生活，他就会这样子最后报福所以我们必须要关注我们关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然后呢关注我们的这个相貌身材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精神怎么样去让它好一点不要那么的这个糟糕不要让它恶性循环这也是特别的重要特别重要。我们的精神精神搞不好的话，它会毁掉我们的人生它不仅仅是毁掉我们的人生它可以完全可以毁掉一个家庭它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它可以毁掉很多很多那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佛就是特别的这个关注这个精神上的训练所以呢佛就研究出来了一套的这个训练这个精神的方法这个训练精神的方法，这个叫做佛教的佛教的修心的一个修心的一个方法，这特别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刚才讲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精神精神的这个本质本质的话，那会怎么样呢？会发生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精神，它的本质上大家必须要明白，我们的精神的本质上没有这些烦恼的我们的这些烦恼
焦虑、忧郁等等，这些所有让我们非常不幸福、不快乐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情绪啊，这些情绪都不是我们的精神的本质啊，都是它的一个表面的啊，都一个表面的现象，表面的现象啊，比如说台风来的时候呢啊，大海啊的海面上啊。啊，波涛汹涌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啊。但是呢，海底啊，它最深的地方是如如不动啊，这样子，它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在这个海面上啊，表面上啊，它的深处是没有这些的，没有这些变化啊。同样的，我们的内心的这些变化啊，这些欲望啊。烦恼、情绪、抱怨啊等等，反正这些所有的这些情绪啊，这些情绪都不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而是都在它的表面，都在它的表面啊。我们把这个一个人的我们的人的这个情绪啊，我们一般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这个情绪。啊，三种不同的情绪啊，第一个叫做毁灭性的情绪啊，毁灭性的情绪呢，比如说抱怨、仇恨啊，然后就是这个过度的欲望啊，这些叫做毁灭性的情绪。一旦有了这些情绪啊，然后它会毁灭自己，毁灭别人，所以叫做毁灭性的情绪。用佛教的话来讲啊，这些叫做五毒三毒啊，佛教用毒这个字来形容啊，我们的这个烦恼。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就讲三毒五毒啊，三毒五毒。但是，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翻译的现代语言以后，就这个叫做毁灭性的这个情绪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啊，就叫做负面的情绪啊，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啊，比如说攀比啊、焦虑啊这一类的啊，虽然没有那么的严重啊，但是呢，这个攀比一旦有了以后啊，然后就是让我们啊心静不下来啊，就感觉不到轻松自在啊，心里不开心。啊，那这样子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情绪啊，都叫做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然后第三叫做垃圾情绪啊，垃圾情绪呢，它又不是毁灭性那么严重，毁灭性的情绪也没有那个负面的情绪那么严重，但是这个念头啊，各种各样的念头是没有什么用的，就是等于就是一个垃圾。所以叫做垃圾情绪啊，垃圾情绪。那这三个情绪，这三个情绪啊，都不在我们的心的本质啊，本质上啊。我们的心的本质就像蓝天啊，蓝天一样啊。禅宗里面就有一句话，就叫做啊"万里无云，万里天"啊。就是万里晴空没有云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天啊，都是非常的这个纯洁啊，非常的纯洁，没有乌云啊，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的心，它的本质就像一个非常清澈的水啊，水一样透明的、纯净的啊，这样子，那么我们如果有一天啊，看到了，接触到了我们的心的本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是亲身经历了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刚才讲的三种情绪啊，都是都不是我们的内心的本质啊，都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它都不是本质。这个我们知道了以后呢，一下子啊，这些烦恼全部都会断掉的啊。举一个
不太适合的例子，比如说催眠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些人有些人有严重的这个恐高症或者是有严重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这样子的恐惧或者是这样子的疾病那么这些人呢，通过这个催眠最后就是找到了他为什么有这个恐高症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精神上的疾病，找到了这个源头他就回到这个通过催眠回到源头了以后呢，然后从催眠里面过来了以后，回来了以后呢从此以后这个恐高症就没有了就得到了解决了那就是跟这个差不多这个不是完全是一样这个原理是不一样，但是这个结果稍微有一点点像所以我就是说一个不太合适的这个比喻那么我们通过佛教的方法，我们去这个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观心这叫做观心佛教里面叫做观心也叫做观心法门，是一个韩传佛教的禅宗非常非常重视观心。那么藏传佛教的大圆满大寿印，他们也是同样的非常非常重视观心。他们都认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问题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都不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本质，而是来自于这个我们内心的一个表面的现象如果有一天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我们的心的本心我们亲自看到了它的这个纯洁清澈透明的这个本心的时候呢，然后它就从这个当中出来了以后呢，然后现实生活当中的发生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毁灭性的负面的垃圾的所有情绪所有情绪从此以后呢，然后就得到解决从此以后就得到解决，对，没有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叫什么呢叫做用禅宗的话来讲，叫做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用藏传佛教的大圆满他们用他们的话来讲，这叫做真无真无其实真无呢，所有佛教都在讲真无还有佛教里面讲顿悟顿悟就是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恍然大悟大悟了什么呢？大悟了我内心的世界内心世界我们看透了我的内心的世界彻底的看明白了我内心世界以后呢，我内心世界当中的所有垃圾的东西垃圾的东西从此以后就会瓦解崩溃这些东西瓦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内心纯洁的这个清澈的这个东西就会慢慢慢慢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发挥作用发挥作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走佛的道路佛的道路这个就是佛教的这个修心的让我们去要求我们去修行训练的理由这就是理由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体会不到的但是呢理论上我们可以明白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稍微比较合适稍微比较接近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当我们还不知道我在做梦的时候呢，这个梦里面的所有的东西跟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一样的梦里面
我去炒股啊，发财了，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或者是梦里面呢啊，就是有梦到了啊，就是不开心的事情啊，那就是也就现实生活当中一样的这个不开心，一样的痛苦，但是如果有一天啊，我发现我在做梦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然后情况就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噩梦啊，特别特别难受，特别恐惧这样子的时候，然后瞬间我知道我在做梦这样子的话，梦里面的这些所有东西还在继续这个并不是梦停下来，梦还在继续但是呢，我知道这个是梦我知道这个是梦，这不是现实生活，而是梦。这个时候呢，就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是什么呢？之前梦可以给我带来跟现实生活一样的感受一样的感受，完全是一样的感受但是，自从我知道这个是梦就从那个瞬间然后就是就这个梦梦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给我带来这个痛苦。从此以后呢，它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现实生活不一样。然后它梦我还可以继续做继续做但是呢这个梦不会给我带来痛苦这个是我们大家可能也许有些人是有这个有这个经历有这个经历梦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呢有一种训练的方法通过这个训练的方法，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做梦，这个佛教里面就这么几千年就有那科学的历史上就这么几十年几十年前科学家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后来就是有研究这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里面的有几个这个科学家，他先天这个科学家，他先天就有一个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能力他不是研究出来的，他先天小的时候他就做梦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做梦，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个科学家然后呢，他告诉其他科学家，人是可以这样子认识自己的梦那其他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那后来做了很多的这个实验最后却是人可以知道自己在做梦可以知道自己在做梦现在这个西方很多人也在做这个训练这个训练，那么佛教里面几千年前就有这个训练那通过这个训练，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做梦，但是梦里面的一切都会继续的它不会因此就停止，它会继续继续。但是呢我们就非常清楚的可以知道我看到的都是梦。都是梦境，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什么？之前梦给我们带来痛苦也带来喜悦但是呢，从此以后呢，梦不会给我带来喜悦，也不会给我带来这个痛苦这样子，现实生活也是完全是这样子那我们可能有些人觉得，那这样子很可怕呀？为什么呢？现实生活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喜悦，不能带来快乐。没关系的，我们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幸福感
幸福感，本来这个生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和快乐，不多啊，不多，没有这个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生活当中呢，用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代替啊，用其他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更高级别的幸福和快乐啊，没有我们之前的通过刺激感官所获得的这个快乐，没有根本没关系的，有更好的快乐，有更好的这个幸福。那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做梦的时候呢，立即梦里面的这些东西不会给我们带来烦恼，不会带来烦恼。同样的我们有一天我们看清楚了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本来的面目的时候呢，然后这些烦恼，所有的烦恼，也就是像做梦一样。像做梦一样，这个就是佛教讲的如幻如梦入幻入梦。幻是什么呢？幻就是魔术魔术魔术。古代在印度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魔术家，叫做幻觉，这叫做幻，就是这个如幻如梦。入幻入梦，这个时候呢，这个生活我们会发现原来是做梦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更好的更好的智慧和更好的慈悲心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发现了这个真相以后，然后就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积极的去欢心更多的人欢心更多的人这个欢心就叫做度众生度化众生，这就是佛度化众生佛教里面讲的普度众生就是实际上就是欢心欢心很多的人很多众生这样子。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修心的最终要达到的这个目标，是这样子当然这个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这个过程有很多的环节，那么这些我们以后可以慢慢的学一步一步的学，然后呢要一步一步的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如果我们不关注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安顿的话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简单的说了一下没有详细的讲。然后呢如果我们去关注的话，我们去观察，我们去观察自己的心的本心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本质发现了以后又会怎么样简单的给大家介绍这些然后很多具体的方法呢，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要进一步的去学进一步的去修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能够明心见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证悟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心的本性，这个机会每一个人都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珍惜的话不珍惜的话，那有这个机会是没有用的等于是没有所以我们最后呢还是没有看到什么新的本心没有得到什么这个智慧只是明白了一些道理而已只是听懂了一些理论而已实际上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这样子也是很遗憾的很遗憾的现实生活逼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多人的工作很多人自己是不喜欢的不喜欢这个做这件事情，他本身这个事情他是不欢迎的，不接受的，不高兴不喜欢的
但是为了生活啊，我们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啊，这是生存的这个需要啊，只能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时间啊，去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个完全是有的，有这个机会啊。那么，我们往往在这个生活当中忽略的这个东西呢，最后啊，恰好就是我们最有用的啊。最有用的啊，最好的时候呢，真正是有用的啊，这才是我们的同心枕啊，最后的同心枕。如果没有这个啊，我们行不通啊。然后我们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特别特别我们关注的、重视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啊，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帮助我们的。啊，都不能帮助我们，这些东西都不能作为啊，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同心证。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看清楚什么是对我们最重要的啊，什么是对我们不是那么重要啊，这个是一定要看清楚啊。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辨别的能力啊，这样子的话，这个人生不是很长啊，过了以后呢，然后所有的这个机会都失去了啊，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遗憾啊，工作方面的、家庭方面的、婚姻方面各种各样的啊。来自于各种方面的这个遗憾都有的，但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啊，就是有这么好的这个提升自己的机会啊，然后没有去提升，这个是人生当中的最大的遗憾啊。所以啊，希望大家就是除了这个赚钱啊，除了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方面的这个付出以外，还要安排给自己如果爱自己的话，那就是给自己留一点点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去做一点对自己真正有用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这次的这个对初学者对刚刚入门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就讲到今天就是这就下面的两三天当中呢，我们没有课但是呢这一类的课以后还会有的还会有的，因为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不太了解或者是不太相信的，比如说人的生命轮回、前世今生。还有就是这个善恶因果这些佛教的这些基本的这些知识也是我们初学者必须要了解的这个必须要掌握的知识，这个我们以后会有的这方面的课，但是暂时就没有今天就暂时讲完了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有10分钟的时间提问的时间呢，我们今天要提前一点10分钟的时间，时间把握好，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提问题。丁力上师，怎样证明确有六道轮回？怎样证明确有六道轮回？这个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安排一个专门的这个课来讲这个六道轮回。既然缘起性空，普度众生有何意义？对，这个是缘起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的角度一样的然后呢，这个。空心生活，比如说，我们从我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的角度去看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说梦是不存在的梦是不存在，会这么讲。但是，一个正在做噩梦的人来说呢
我们有没有必要？那既然梦不存在的话，是不是让他继续做噩梦呢？大家想想，这个有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们的身边有一个人在做噩梦啊，噩梦啊，他特别特别的痛苦，在噩梦当中挣扎啊。那我们会不会说啊，梦就是不存在，不要管他啊，梦本来就不存在的，没有必要去啊欢心他。我们会这么讲吗？不会这样子讲吧？不会的，是吧？对，所以呢，这个佛教讲啊，六道轮回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是从佛的角度来讲啊，是像梦一样啊，它是不存在的啊。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个存在的呀，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有必要去还心啊，有必要去这个度众生啊，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丁力上师，小乘佛教认为人无我，而只承认部分的法无我。我怎么觉得承认法无我容易一点，承认人无我却非常困难呢？这个应该不会的，可能是自己的一种感觉吧。实际上这两个是人无我是比较容易一点啊，法无我呢稍微比较深一点，比较难一点。佛教的三法印，痛苦、无常、无我，前两个法印很好理解，而无我却很难观想。请问上师有什么好的方法理解无我吗？有啊，那个我们在慧灯之光的这个课里面，视频里面就讲过很多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课，可能是光是讲无我的课，可能也不止十几二十个。这些里面都讲了很多的这些理由，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到时候还没有解决问题的话，那到时候再讨论。丁力上师，请问上师，那些不好的精神表象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贪嗔痴吗？不好的精神的这个表象啊，这些是来自于三个方面啊。一个是这些所有的这些精神不好的负面的这些精神，它有一个它还没有发展的时候的一个潜在的东西，这个都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外面的啊，这个外境啊，外面的客观的因素，这是第二。第三就是我们对客观的这个世界的一个错误的认识啊，就这三个啊，所有的烦恼就来自于这三个。上师，我经常会提前在梦中得知即将发生的事情，而且通常很准确，请问上师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功能很多很多人都有的啊，很多人都有的这个功能啊。比如说你十年没有见到的一个朋友，根本就没有预料到明天会碰到他，无意当中碰到他啊，但是今天晚上你有可能梦到他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佛教里面讲这个外面的世界和梦啊，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那么这个世界啊，外面的世界和梦都是我们的内心的这个投影啊，投影反射出来的东西。所以明天啊，即将要出现的这些事情，比如说提前啊，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要明天要反射出来的东西，今天啊提前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提前有一点点，应该怎么讲呢？这个就是提前有一点点反射啊，就是这个意思，对啊，对预知。通过什么来判断自己是否开悟？这个就是很容易的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开悟，所以就是还不知道自己开悟了没有。到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开悟的时候，那就很清楚的。对，请问上师，证悟一定要去？啊，是我们醒了，也是，比如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吃过甜的东西啊，从来都没有尝过甜味儿。这样子的话，你一定会问我，我有没有吃过甜味儿呢？啊，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什么叫做这个甜啊，那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吃过甜。请问上师，证悟一定要去山洞闭关吗？不一定，不一定。顶礼上师，关心从哪里起步？关心就有很多的这个起步的不同的方法，这个有大乘佛教，有小乘佛教，有仙宗，有密宗，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啊，那就是首先是从出离心开始，从这个思家心啊，思前心啊，这个我们以后慢慢可以学，从四千心开始。顶礼上师，如果帮助一个人但效果不太好，要不要坚持下去？在失败的时候后悔怎么办？失败的时候后悔怎么办啊？会后悔的啊。所以这个佛啊，佛教里面呢，他不太主张啊，当我们的心还没有训练的时候，就立即就去投入这些很多利他的这个工作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心还不够强大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本来是我是一个好心啊，好心好意的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别人对我的这个反馈是我没有办法说想象的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心里就会产生烦恼啊，所以呢，佛就告诉我们最好的方法，首先把自己的内心强大，然后再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啊。我们的内心很脆弱的时候呢，去过早的去做这个利他的事情，是不是一件好事啊？未必是好事啊。所以这个有点过早啊。所以首先自己强大，比如说一个医生，先去学医。医学好了以后再去治病啊，就这个道理。如果他很着急，因为这些人啊，看到他们生病了，我很着急啊，我不学了，我干现在就去治病，可能吗？不可能的是，啊，就是这样子的道理。顶礼上师，如何应用佛法面对深深的自卑？自卑，嗯，啊。佛这个很容易的啊，佛教用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佛教的这些道理的话，那佛教是确实是非常非常鼓励人的啊，佛教特别的这个强调啊，自省自强啊，我们讲的这些自省自强自离啊，这些佛教里面都讲的特别清楚啊，然后佛教就讲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啊。是没有问题的，本质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所有的这些不好的，比如说一个人的他自卑的话，他肯定是有一个原因呢啊，他的比如说他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方式，或者是工作的能力啊等等，他觉得有问题，所以就是自卑啊。那就是也许是这个，也许他根本不是好好的，一切都是好，但是因为他自己有这个精神病啊，所以他觉得这个自己不如别人啊。那么佛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啊是没有问题的，都是，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啊有佛心啊，有佛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有慈悲心，有智慧，只不过还没有培养啊。如果你稍稍培养一下啊，这样子的话，你一定会有慈悲心，你一定会有智慧，你一定会啊超越啊，超过别人。所以就不需要那么这个自卑啊。所以我们
去好好学佛的话，就这个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他还问如何应用佛法面对付出最大程度努力而求之不得的沮丧，求之不得的沮丧。就是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却没有获得他预期的结果，然后他会非常沮丧。哦，他自己很沮丧。他自己很沮丧。这个不要沮丧啊，不要沮丧。这个比如说我们去烧水啊，烧水的时候啊，这5分钟过去了还不开，10分钟过去了，这个水还没有煮开，然后觉得特别的，就觉得特别，这个怎么还不开呢？是不是我之前的全部都已经白费了？不是，时间还不到，还要等2分钟，这个水就会煮开的。所以这个不需要沮丧啊，付出的都是有用的。顶礼上师在告诉朋友，或者说谈论因果轮回、量子力学，逐渐印证佛学观点时，有时会遇到朋友反而说佛陀有问题等等这样的言论，他很想，就是说想告诉他，他这样诽谤佛法僧的言论对自己不好，就是对那个就他的朋友不好，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他，也不能骂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是这个，比如说你们去讨论佛法的时候，这对方是一个现在还没有信仰的人的话，他肯定会说一些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是比较难免的如果是要不然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呢，告诉他你可以不接受但是呢，你要尊重，尊重你不要用这些恶毒的话来说佛和佛教你要尊重。我们就是在一个尊重的这个基础上讨论首先告诉他这些，那然后再去谈的话，那就应该会好一点吧。如果他没有这个恶毒的这个语言或者是恶意的话，那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就辩论呢，就是他如果有疑问。他去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问题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尊敬的仁波切，您好。我们都知道，癌症是宿世的冤亲债主附体。那我们学佛人得了癌症，不去治疗，在家又非常痛苦，去动了手术，或许会延长寿命，但是又伤害了来报仇的众生，那冤就会我结觉得得这更个有点深。不对呀、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如法呢？癌症就不一定是什么冤亲债主癌症有很多很多客观的因素当然也不排除它有过去的因素是有的，但是也不是全部是冤亲债主癌症就是有很多很多自己医学上的这些讲的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不一定都是冤亲债主。他最后说什么呢？还要你他是最说后我最。们就是他觉得会，就是那些人想报仇，最后我们没让他报，怨就会结得谁想更报深仇？冤亲债主。啊，冤亲报主债主。然后他说那我们我们应该都怎没么有让做？他报仇，他就是报仇了。癌症就是绝症了，他已经不就做到了吗？他的意思是做手术，然后就延长了寿命，让他们报不了仇。没事，那就是暂时就这样，还有很多这个问我题。这个，我觉得想的太多了，这个应该。好，暂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先暂时就到这里吗？对，其他的问题我们以后可以继续问。好，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我们最后回向说那么多耶，当这僧巴娘，那么多年别着南方仙家，金刚南京王龙这般，真兵左邻右舍诸佛说，我们阿红班僧格人班玛瑟德哄，我们。
真的的妈妈舍得我们啊满着人格的妈妈舍得谢谢谢谢大家阿弥陀佛。